手工制作青砖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出窑，开了窑一般还需要降温三四天的时间，让窑里的砖彻底变凉后再出窑。工人师傅将砖从窑里搬到电瓶车上，将需要切割的砖运到加工车间，不需要切割的砖直接运到存砖场地存放。青砖中的上品表面是青蓝色的，质地极为硬实，两块砖碰在一起发出金属的声音，敲之有声，断之无孔。